中。现在为各位玩一点小魔术啊，首先呢需要一个小朋友帮我的忙，我先找一个小帮手来，小朋友举一下手，谁要当我的小帮手？我会有神秘礼物送给你，小帮手一个，快点，男的女的都可以，有没有？快点，就是你，弟弟就是你，来来来，快点 ，come here， 先送你一个棒棒糖，很简单，你要啊？好，你到前面好，来，这个一样是给他，弟弟到前面拿。你把这个棒棒糖交给那个弟弟，弟弟你带口那个拿给他，送给他就好。我需要两个，需要两个小朋友来帮我的忙。弟弟，来，就你们两位。弟弟，那我来不及了，来，弟弟你口罩戴着哦，先挖鼻孔。来，你帮我个忙，把这个呢丢到这里面，丢进去。会产生什么事情？你猜猜看。没有，我不愿意吃这只仙草的。弟弟，换你把它丢起来，丢到这里面，丢进去。哇，重来 ，NG。这个呢，很神奇的事情进去了，代表你已经施了魔法。我这边有准备水果，有没有哪个小朋友想要吃香蕉的？想要吃香蕉，来。啊，掉下去了。来，你先吃香蕉。站远一点，看清。你站过来这边哦，你要站到前面。你把香蕉剥开给大家看，是真的是香蕉。这个是我昨天到菜市场去买的香蕉 ，banana。好 ，banana 认识吧？好奇怪的香蕉啊！已经熟透了，没关系。还有谁要吃？快点。有没有小朋友要？没有哈，那我留下来了。弟弟，你把那香蕉先剥开给大家看，那是完整的香蕉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吃掉了。吃完之后，我再送你一个棒棒糖。你没有多余的，他可以可以到旁边吃就好了。OK， 爆米花蹦了。来，首先弟弟，你跟我到前面来。没有，你跟我来。你找一个。找个助手，有哪个要当你助手？哥哥好不好？哥哥过来 ，come here。平静，来，哥哥来这里，哥哥，哥哥站这里，哥哥，这香蕉呢？弟弟站过来，这个小弟弟他会变魔术，你是他妈妈对不对？你是那里你的儿子会变魔术，你相不相信？你帮我这样拿着。不能这样，为什么？你弟弟等会切下就会切到你的脸，要怎么样？要这样，可以吗？手拿这样，拿好，旁边好了，来，不用掉下去，这样掉下去 ，OK。我给你一点魔法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切那个的香，那旁边那个 banana， 准备好，数到三，你数。一、二，那香蕉要产生什么变化吗？各位好朋友，没有对不对？哥哥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你可以把那个香蕉打开，跟你弟弟分享香蕉。那香蕉已经切，中间有切两刀了，看到吗？你把香蕉皮剥开，有没有？给大家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边已经切一刀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再拨开，我手不能碰到。你接二切两条啊，跟你弟弟去分，拨开给大家看。你怎么那么含蓄啊？好了，这个送给你，你有棒棒糖对不对？哥哥没有，我送哥哥。你呢？要切香蕉吗？你也要切完整的伙伴。你找你弟弟来，来哥哥送你。谢谢，掌声一下。这是牛刀小试，我后面的会更精彩。有没有那个香蕉真的切开的？那边香蕉在那边，来翻那边拿起来。刚刚动作有看到的吗？继续做。
刀，一、二、三，这一刀，这一刀。你们知道香蕉为什么切得开吗？因为这个是我们小安老师做的气球，很特别。我看他一样切两刀了，弟弟相不相信？你相不相信切了？有没有？你再多一点，多一点，给大家看。拿到旁边吃，你们两个棒棒糖拿了吗？一人一根，那拿了 ，OK。来，各位，我变一个比较特别的魔术。这个魔术呢，刘谦有听过吧？他在春晚一战证明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。来，有谁要检查一下螺丝有没有问题？他在春晚做的一个魔术，你们应该没有亲眼见到这个魔术。现在魔术很简单，只要呢我施个魔法看哦，那位大朋友，你们认真的看，来，你要弟弟帮我变好了，来，弟弟来，弟弟你那伞收起来，后面的人都被你伞遮到了，你帮我检查一下，看这螺丝钉、螺丝帽有没有问题。有没有？它是正常的螺丝钉、螺丝帽，但是呢，你能不能让它旋转？它会这样转，就像我这样。有没有？你可不可以？你试试看。爸，我又没办法收起来。不行，来，你把它拿着，你手拿着，注意哦，它会开始动了。爸爸要拍照，赶快注意看哦。你儿子开始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变的不是我变的，你有没有发觉？发觉它怎么样？会旋转。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再尝试一下，你再试一下。不会对不对？当我的手靠近你的时候，注意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？亲眼看到这个呢？在春晚那么多人看了之后，刚刚一战成名的就是这螺丝钉、螺丝帽。爸爸怀疑对不对？你可以来看看，很怀疑对不对？这个呢，基本上呢，不能破解，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秘密。好，到现在还没什么人去破解这东西。其实这东西呢，在我们魔术界懂魔术的大概都知道怎么去变。我现在接下来谢谢你送你一个小礼物，好不好？这个好不好？你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一般手机放的手机壳。OK， 你儿子变的不是我变的啊。这个呢，已经失传很久的东西，我也希望有小朋友过来尝试看看。小朋友眼睛不要眨哦，你没看到这个东西？来，卡住了，它不会动。来，看着哦，还是卡住了。但是我现在呢，让它很顺的可以下去哦。有没有看到没？再一次，又卡住了。来来来，开始了。有没有？有没有发觉它掉下去？但是我前面是故意让你们看到卡住，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魔术。这个已经失传很久了，我找这个东西找了很久，这是一个香港很发明的东西。那你们千万不要被自己的眼睛骗了。有哪个小朋友想要尝试看看？有没有小朋友要尝试？妹妹要不要来玩玩看？来，不要害羞。妹妹，你几岁？5岁啊。
来拿着，会不会？来，拿着，我教你。来，这只手呢，抓住这边，抓在这边，抓这里，这个抓住了，这只手放掉，放掉。哎，好了，这个手呢，抓这边，抓住，好，换手，放这边，放掉。老板有没有看到？你女儿会变魔术，你都不知道。来，妹妹，再一次抓这边，给妈妈拍。一二三，放这边，放这边。啊，卡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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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关系，我们重来，我们重来。来，抓这边，抓住，抓这个。好，你先不要动。来，再来抓这里。一二三，放这边，这手放掉，有没有掉下去了？好厉害啊！太厉害了，太棒！小女孩会变魔术，你都不知道。OK， 送给个棒棒糖。也知道。妹妹问你，你要棒棒糖还是要礼物？你要礼物啊、哦？你不要棒棒糖吗？一般小朋友都要棒棒糖。你要礼物啊、哦？确定啊、哦？确定。好，我打开。你女儿好聪明的、哦，她要礼物。啊，你的礼物。OK， 谢谢。来，我需要一个大朋友。一位大朋友来帮我的忙，这个呢很特别的魔术，哪位大朋友年满12岁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这个需要一个大朋友，谁？有没有？弟弟你好，你现在有没有$10？有没有10块钱？不是丢了好了，来，你给大家看那个10块钱，看到没？来，弟弟是有点为时过命，但是没关系，这边做个小记号，做个小记号之后给大家看。来，给我手边拍照，没有给大家看他做的记号，来到场里面给大家看，给大家看。他做的记号大家看好哦。大哥，大哥，你要做什么？哈喽。坐，有没有？来，弟弟，你在那边，在后面一点。麻烦你投到这个神秘的箱子里面，投到这里面，没有，站在那边投。大家看好哦，他要投进来喽。一二，有投进来吗？他在淋雨，好了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重来，重来，来，重来，重来，丢，丢准一点，来，丢准一点了，进了，这个送，啊，你帮我一个忙，这送你，帮我一个忙。你把伞换掉，因为后面没有看到你，大家都没有看到你哦。来，弟弟呢？现在很神奇的，他投进来之后，各位，他把钱变在这里面了，相不相信？你一脸疑惑的样子，来，你打开给大家看。来，这个蜡笔小新借借我放的，喜欢这个气球呢？小安老师在那边，那个小安老师折的。可以打开橡皮筋终端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慢慢的绑。哎，转过来给大家看。很困难，对不对？你没关系，把橡皮筋扯断都没关系，要之后丢到那个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在录，在摄影。哎，还有一层。这边在摄影，这边在摄影，不好意思。待会再说。可以，后面有位置坐。看着啊、哦，神秘的钱在里面哦。等一下再打开，来，再给大家看。打开，慢慢的打开，用两只手慢慢的陪着放，把它打开，再打开。哎，还有一个袋子，来，你把那个袋子拿起来，把盒子还我。你看这边，你都会要帮忙，是不是？OK。是不是？给大家看，
来，再次还我，橡皮筋还我，厉不厉害？来，再还你。给大家看，给大家看那个钱是不是你刚刚做？给大家看。很神奇啊，跟你们一般看到的魔术不太一样。真伟大，我还有很多魔术。这是鸡蛋，有看过鸡蛋吗？没看过这只鸡蛋的举手，有没有？来，谁来帮我的忙？你来了。这边不是你，你是叫这边。这是多少钱？拿给大家看。5块。这边有一个鸡蛋啊、哦，这个鸡蛋呢，我目前把它放在这里面。弟弟，帮我这样敲，把它放进去，放进去，大力的放进去，来，大家看，放进去，放进去。我教你怎么放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，只有进去了，进去了，你相不相信？相不相信？你找给我，我把鸡蛋敲破好不好？敲破啊、哦，你敲。你把它剥开，不要吃。因为钱币有点脏，给大家看，慢慢的去剥，看钱有没有在里面。剥，慢慢的剥，大力的剥，我们把钱币找出来，它应该是在里面。哎，变黑了，有没有？你的钱币，帮我丢进去，丢到那里面去。对，怎么样？给你把送给一个棒棒糖，等一下。你要啊？那你等一下变魔术就会有，好吧？好，请回座，先把这个丢了一下。有没谁要吃蚕豆酥那个开心果的？来，妹妹来。你分给大家吃，我手上拿着开心果。还有，两只手来了，这个先。怎么样？开心。真的是开心果。前面坐，谢谢。Hello， 这边有一个开心果，注意看哦，这个也是一般你们不容易看到的魔术。我先把这开心果倒到我手上，有没有？开心果，我让它掉下去，看着哦。这个，妹妹检查看看。要不要检查看看？妹妹，你很疑惑对不对？这是真的开心果，我不是拿道具的。真的开心果？不是，这个呢，有时候会软，有时候会硬。硬的时候你看不到，软的时候只有我知道。OK， 我东西太多了。月月，你25分是不是？看一下时间，恭喜了，我还有很多魔术还没变啊，变一个比较难的，这个我需要一个成年人来帮忙。来，哪个成年人帮下忙？来，谁？
送你三个那个出来的话，我送你三个这个东西，那个手机架。弟弟你要，你小朋友好吧？那就两个好了。还有很多东西。你拿这个给大家检查一下，这个超市买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葡萄柚。给大家看，拿这个拿好，两只手拿好，不要让它掉。给大家看。是不是？是不是葡萄柚？谢谢。那么多扑克牌，不知道要怎么买。我先看这个牌是不是完整的。OK， 弟弟，这边有两个鬼牌，来，葡萄柚在这边，为了那个，这葡萄柚还是放这里好，放这里，放这边，来，决定下放这里还放这里，大家表放这里面，好，放这里面。弟弟，来，我们前面好。这边有两只牌，鬼牌，这个牌呢，你帮我这样放进来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吗？你放。菜放在中间。好，还有这个，给它放这，放这。弟弟，你可以帮我跟妈妈，买点聊聊天好了。你几年级？啊？姐姐，你帮我看这个吗？姐，乖乖的，对不对？来，你看这个牌哦，来，大家，你等会帮我喊停。你要喊停啊！你又不喊停，你要喊停。你喊停，停吗？停了。他喊停的是这一只，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哈、哦，大家都看到。是弟弟喊的，没有。而且音响掉了。看到没？我告诉你，红桃八，你喊停的对不对？你帮我洗吧，他会洗吧？谁会洗牌？你有没有姐姐或弟弟？有没有？哪个？小孩来帮你，帮他洗牌，帮他洗牌。OK， 弟弟，我这样丢下去好不好？不好，你帮我弹一下，再弹一下，不见了，他不见了。那只八不见了，相不相信？不相信，来。相信。你相信好了。看着哦。好，再放一次吧。不见了，妹妹来，你
你不相信的来来相信一下，来，各位，这个魔术应该在一般的综艺节目没有看过的，全部这里面其实发不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弄一下，它已经跑下去了。我现在做一个特别的东西，弟弟，你帮我一个忙，把这请来这样，像我这样，会不会？试试看，好像手借我，转过来这边，转过来，转过来给大家看。来，这是手，你把它丢下去，你丢下去就好。把那个葡萄柚捡起来，叫你哥哥过来。因为这一颗葡萄柚要你跟你哥哥分享，请你告诉哥哥。来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我把它放这里。干嘛？哥哥，你帮我看里面有没有红糕吧。有没有？茄子目前有没有？你跟大家讲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下面那个比较特别，就是因为小孩子不让他动刀子。这个是魔术道具啊，这篮子是魔术道具。它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，弟弟，你帮我，我把它切开，我切，你切，来，你手，你一直喊。红桃八，红桃八，红桃八，来，红桃八，切开，你切到东西了，葡萄柚切开了，这个葡萄柚麻烦你等一下跟你弟弟吃掉没问题吧？吃葡萄柚不错了，他们吃很多，打开给大家看，来，一人一半，你打开给大家看。哦哦，红桃八不见得变成什么黑桃 A。黑桃 A， 你为什么变黑桃 A 呢？明明要你红桃八，没关系，谢谢。来拿着，一人拿一个。哎，有没有扑克牌呀？弟弟，这副牌送给你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副牌就缺了一个黑桃 A， 这副牌报销了，它红桃八在里面，你可以看一看。来，这个魔术道具呢，各位小朋友，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找旁边那个，就是他那边也都会有。哇，这个都是道具，来，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，大朋友有看过吗？妹妹来，仔细那个妹妹来，来，你进来帮我干嘛？来这边，手这样。会不会这样了？会不会这样了？没有，这个上下可以吗？你爸爸还妈妈没办法拍照，数到三，快点，赶快帮。没有，赶快，赶快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等你。你会不会把它变成小？
地板大的变小的，可不可以？要近一点。可以吗？你有玩过吗？没有玩过。来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吧，好了吗？数到三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来，大家帮他数数到三。没听到。找那个，找那个魔术师他才办。来来来，我送你两个棒棒糖。听到棒棒糖就可以。你要那个还是要这个？你要棒棒糖还是要这个？你要棒棒糖？你要这个还是要这个？你确定要棒棒糖？小三进来。确定不要这个了，收起来了。他要棒棒糖，他不要这个。因为那个里面也是棒棒糖。哦，接下来要揭秘的地方了。接下来这个魔术呢，我会教各位。这个魔术我会教各位，很简单。魔术我会教各位，这个魔术很简单，我需要两位小朋友，认为自己很聪明的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来，你来，弟弟来，这个橡皮筋呢很简单，你把我的手抓住，抓住之后我要把它变进去，你觉得可不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来，另外一个小朋友来，大朋友来，你帮我一个忙。我这个呢，基本上要把这个，看着哦，他现在把我的手抓住了哦，但是我要把这个橡皮筋变进去，你帮他两只眼睛蒙起来。我要你们大家都知道，不让他知道。弟弟哦，注意看着哦，我数好的时候你说 OK， 来，准备，一二三，好了。有没有看到？怎么进去的？你很聪明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，只有你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我再教你一个魔术。这个魔术呢，你把你的手放这里，你放着、哦。来，对，一二三。还有这个，等一下我都揭秘。来，最看着哦，手指在这边。这个橡皮筋我会揭秘。刚刚那个刘前总不会揭秘，刚刚是在食指，对不对？你吹一下，一二三，有没有？食指变到这里，这个都会揭秘。好，借你个橡皮筋，我找一下。来，这那个给我，那个给我，这个。你到现在还没想到刚才那个魔术怎么变过去的，对不对？厉不厉害？好，那个我知道，那个时间没有。你要像我这样，这只手这样，一二三，你要做到这种程度，这个我揭秘好不好？要不要学？可以揭秘吧？这橡皮筋它，因为我一般我在变是从我周遭的东西去变，这个魔术其实很简单，注意看着，你只要握拳的时候呢，握下去的时候，这两只手指扣住它，一二三打开，它就过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觉得傻眼对不对？魔术都是障眼法。来，我再变一个，这个魔术比较特别，需要小朋友来，弟弟来，你来，还要一个小朋友，快点，还要一位，弟弟，等会帮我握住他，再一个小朋友，那不要好了，来，握住，你吹一下。看一下啊，它是平行的哦，各位看一下平行。弟，吹一下，握拳，握住它，吹一下。数到三，二，三，打开。有没有？妹妹来，换你，会不会？你可不可以？来，看你。下。来。握住它，握住哦，推一下，打开了，OK
有没有？你们好棒哦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妹妹来，妹妹来。这不孝是送出去。来，你要这个，还是要这个？棒棒打，还是这个？这个你不认识对不对？你要这个还是棒棒打？你要哪一个？啊，你要棒棒打，好。你要这个、哦？啊，你吃好了，棒棒打了、哦。OK， 你要这个，你要这个，你要这个，你们两个都要这个，快选，快点，剪刀石头布，你慢，你赢，但是你又出重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再这样下去会天黑了啦。剪刀石头布，好、哦，你输了，好吧？这个送给你。一样是棒棒糖啊！哎呀，送你个气球，不要，这边有，这边，好不好 ？OK。千万不要相信礼物啊，礼物都是这样的。不客气。我最后再拼一个，最后一个好了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其实我准备了很多扑克牌，就摆下给大朋友，因为小朋友的礼物变太多了。现在看一下时间，有时间。好、哦，还有五分钟。我要去吃香肠。要看扑克牌的魔术，还是要看那个最后一个魔术？要小朋友的，大朋友的还是小朋友的？来，我表决一下。要看小朋友的举手，要看大朋友的举手，2-2，我们这边只有两个人而已哈，好吧？这个魔术呢，我需要很多朋友来帮我的忙。那同时我也要准备一下东西，这是扑克牌，我们一般扑克牌呢，我手上不要戴戒指比较顺，这是一般我们的扑克牌，各位有看过扑克牌，一般魔术师呢在变魔术之前他一定会洗牌，他一定会做一个洗牌的动作，我一样会洗牌，来看着眼睛不要眨哦，各位不要看，扎我刚才已经起过了。来，那位大朋友过来，帮我打开这四张。对对对。够大。你帮我打开看这四张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拿给大家看。OK。四张 S， 对不对？来，我做一个动作，你跟着做哦，把这个牌呢插进去。向大家放进去，再放，好，再插，还有，插底下一点，好不好？你要不要换位置？这个这牌要不要换位置？要不要？没有，这个洗牌呢，你要洗，我可以给你洗，一半给你洗，一半给你洗，我洗一半，好不好？刚刚洗洗对了，我怎么又白痴？好，没关系，这个牌给我。这个牌呢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你找三位朋友，找三位朋友，拿掉三张，现场找朋友。一人抽一张。他们抽走了，对不对？总共抽几个？三个、哦。那你再帮我抽两张，再帮我抽两张 ，OK？ 好了，来，你们帮我一个忙，把它插在这边，好不好？你记住你的牌了吗？都记住了哈、哦。好，放进来。确定你们抽的牌，记住了没？来，
妹妹帮我放进来。啊 ，OK OK， 其实你们刚才抽的牌，你抽什么？就跟武安抽什么？没有啊。K 安抽什么？什么？黑桃石哦，你抽什么？啊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刚才抽的那五张跟这个魔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来，这个魔术呢很简单，大朋友，十到十九，十到二十当中的数字，例如十一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都可以，就是十和二十中间的数字，你帮我挑个数字，挑一个数字，多少？要不要画？不用，确定？不用。来，弟弟让开，我给哥哥看。这位大朋友，现在你贵姓？方先生呢？他选十九，那我们就来选十九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，十九呢？这个十九很特别，就是，怎么样？在听懂吗？十九呢？一加九等于多少？一加九，一加九等于二十。你们老师很会教，真的。方先生，你们老师叫什么名字？可以告诉我吗？已经不在，好吧。那个 ten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就是第十张，你先拿着，不可以偷看哦，不可以偷看哦。哎、欸，不可以偷看，换你，你也写一张，你也不可以偷看。十到二十写一张。Eleven， 好吧。你喜欢去那个 Seven Eleven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十一呢？来，十一。对不对？可以啊，拿着。你偷看。一二。好了，你想要什么就可以背出什么。戒指，那你呢？你们两个先翻开给大家看。糖果，好。好。他看看，就是给大家看，我看看，为什么？美女，你很疑惑，对不对？你来，先挑个号码，你在那边抢就好。你挑个号码，十到二十当中，你老师是谁呀？快点，多少？十二，要不要换？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十二呢？一二三，为什么会七知道吗？因为这个魔术呢，仅止到这两只为止。那了解了吗 ？OK， 就变两只出来就好。我今天精神状况不是很好，好，要不然我是四只都会被变出来了。这个弟弟再跟着玩一个游戏好不好？最后一个，来，你们两个我都会送你们奖品，来抽一张，抽一张给大家看，不要给我看，来给大家看，来，好了啊，弟弟来放这里，弟弟的放这里，放这，不要给我看了，重抽啦，他就给我看到了啦，抽一张。重抽一张，放进来，可以吗？放进来了哦。OK， 他是他放的，我都没有看到了。来，我们一起这边。可以回去做了。OK， 好了，给我。来，弟弟，你的牌不是这一张，不是吧？不是这一张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跟大家讲，是不是这一张？是不是这一张？
不是，我当然知道不是这一张。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呢，各位看着哦，眼睛千万不要眨。这一张，给大家看，它会自己跑出来，知道了吗？厉不厉害？对呀、啊，但是我怎么知道在那张？你可以去练这个，阿周教你去练这个，这个就是一般那个魔术师必须要学的一个叫这样，他就是利用这个手指摸下来，然后压这边，利用这个腹部，他就会弹出去。今天有点长，是这个牌呢有点受潮，要不然这个牌呢他可以这样弹出去，很正常弹出去。好了，我今天的表演节目就到此为止，来，我这边有些东西要送给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，有要的话跟我举一下手。请问这个是，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手机架，我准备了一些，要的到前面来，我送给你。怎样？要的都可以来拿。挑一个颜色，快点，要什么颜色？你要黄色，妹妹你要什么颜色？啊？红色的，好，来。来，还有谁要？谁要？小朋友，谁要？你要什么颜色？好，最后没有，快要没有了，剩五个。好，蓝色，你呢？蓝色，还有谁要？黄色，还有两个，最后两个，紫色都没人要吗？还有小朋友，棒棒糖，吃了会蛀牙的棒棒糖要不要？OK， 要吃棒棒糖的五个小朋友，拿去吧。吃完要怎么样？要刷牙，对 ，OK。那另外呢，我希望呢，我们这魔术箱里面能变多更多的钱。如果你口袋里面呢，有人用不到的纸钞啊或铜板啊，可以丢进来，或者堆堆叠叠的 ，OK。OK， 我今天表演就到此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